酸酸甜甜，酸爽可口，就着泡馍吃，太香了。今天小佳说她想吃个西安的牛肉泡馍，一会儿给她做一下。先来市场买点菜，今天周末买菜的人特别多。小曼正在买一点香菜，再买点小葱，做煮馍。西安的羊肉泡馍。我们买完菜，现在回家了，一会儿开始做。先把买的牛肉切成这种小块状的。水现在开了，然后把肉倒进去，焯一下水。然后过一会儿有这个浮沫飘上来，把这个浮沫又捞去。这样多重复几遍，然后用温水把这个牛肉再洗一下，给锅里再添点水，就可以正式的煮牛肉了。温水下锅，然后我们放一点大料，八角，这个草果，桂皮，小茴香，再来点花椒，最后再加点料酒，再加些盐，然后炖两个小时。先大火炖半个小时，然后火开之后再小火炖两个小时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切点配菜，香菜、葱花、粉丝、木耳，然后黄花菜，腐竹自己喜欢的话也可以加上。先过了两个小时了，肉熬好了，先把这个肉捞出来。牛肉煮的好像有点老，颜色都变黑了。把牛肉切成片儿。菜市场买这种现成的泡馍饼，然后掰一下，自己掰的这味道好吃，不用拿刀切。你掰的有点大吧？哎，我就喜欢吃大一点的。开始煮馍了，先搞点原汤。就刚才熬的那个牛肉汤，放一点进去。还有放两片肉，来，少放点。水开，煮馍。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，要不然煮的时间长的话，这个馍就烂了。好了，出锅。葱花，小放点小葱花。牛肉泡馍做好了，你这个太干了吧，都像小炒了，没有汤。这属于叫干泡嘛，我就喜欢吃干一点的。幸亏买了糖蒜，吃泡馍必须把这个糖蒜搞起来。但是没买到那个红辣椒酱，里面放点红辣椒酱也挺好吃的。糖蒜吃起来特别棒，酸酸甜甜，酸爽可口。就着泡馍吃，太香了。在冬天吃一碗这个西安煮馍，感觉特别的暖和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不？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回来能吃一个媳妇儿自己亲自做的牛肉泡馍，简直太幸福了。下次应该自己落个馍，然后比较好吃。在外面买的感觉没有自己落的好吃。我给儿子煮个面条，因为那个牛肉泡馍小孩吃的话不太容易消化，有点太硬了。给儿子做了一个酸汤牛肉面，好吃不？